OK，来，对，换水了。上一集我们讲了半张了吗？再来是我们的梅林，哇，看到这个真的要尖叫了。那为什么说要尖叫呢？因为真的是，真的是太帅了。与世素穿之，令人尖叫的角色啊！他整个就是个霸气耶，来，这集我也不拖泥带水了，赶快给我直接靠下去。我的快乐一直要你能倾斜。哎，我们昨天把那一只练起来，那一只真的很强哎。就是对啊，你看也可以用一些技能，那可以赶快立马再把其他只放出来。哎呀，本游戏就是一个 play 啊，就是一个耐玩。哎，耐玩，我觉得耐玩的英文可以去查一下，所以我们比较好讲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说话还是可以夹带一些英文，说起来会比较流畅些，比较有趣啦。好，就所谓的 relax。学英文之后就是可以这样，就可以这样说，就讲话的时候讲再讲一些英文单字这样。好，第五波，其实不是练波吗？然后我们都练成波，那到底是要练波还是要练波？其实答案都是可以，都可以，看你要怎么正式吧。一波带走，一波带走，应该是练成波吧？今天要不要练一下英雄啊？不然觉得你这样进度不行啊！哦，不是啊，那是拿来吃的对，其他那些重复都可以拿去吃一吃。算了，你就去买一只练到100等这样。我觉得这戏算是。对我来说算蛮莫名其妙的一款啊，因为我是，为什么他会突然这么，对啊，这么火？